终于300订阅啦！这是五300订阅达成，感谢各位好友的支持，终于让我在2个月内就突破了300订阅，感恩每一个订阅、每一个观看，还有每一个留言，对 Anson 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鼓励。所以在这边 ，Anson 再次谢谢大家。好的，今天除了恭贺达到300订阅大关以外呢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在上个月达成150订阅的时候，我在我的 Facebook 粉丝团以及我的 IG 有分享说，如果达到了300订阅，我要进行一项挑战。如今达到了300订阅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一句话说到做到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所以今天我就准备了这个18禁洋芋片。今天呢 ，Anson 就要来挑战一下这个18禁的洋芋片，听说真的很厉害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写了什么？他写的是痛心。相信大家也知道 ，Anson 不是第一次挑战辣。如果呢，你还没有看过 Anson 挑战韩国辣鸡面，再加上重庆麻辣烫的话，麻烦请点上方，好吗？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箱。包装盒打开的这里，它的贴纸是一个骷髅头，哎，好可爱的设计啊。OK， 首先呢，你看到的第一包，这个就是洋芋片啦。原味的洋芋片大概就是长这样子啊。原味的洋芋片就是，原味的洋芋片。好，再过来登场的是这个最关键的18禁咖喱辣椒粉。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加进去啊。我已经有点不安的感觉。再过来就是这个，夹起来摇一摇吧。洋芋片上面已经均匀的沾上了咖喱辣椒粉了。不过在开吃之前，记得准备一瓶牛奶在旁边救命 ，OK？ 庆祝300订阅。其实还好。真的很辣。哦，天哪！有没有看到我的眼泪？我只能流眼泪了。我才吃一片哎！放课主任，我应该听你的话。哎呀，天啊！我下巴一下全部是麻的。真的，我是没有感觉到痛的感觉，只是那个辣，我这么形容一点都不夸张。你吃下去的当下，已经觉得辣辣的蛮好吃的，可是你就慢慢的觉得，慢慢的火山就爆发了。为了未来能够提供更多的作品给到各位，所以今天决定不吃了，太可怕了！我才吃一小片呢，18禁，封印。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300订阅已经达成，下一个目标 Anson 将定在1000订阅。Anson 在这边想做一个募集的活动，你希望 Anson 在达成1000订阅的时候要做什么样的挑战呢？请在下面留言给我，让我知道。除了在下面留言以外呢，在 Facebook 以及 IG 上面呢，我都会发起募集的活动哦。Anson TV 达到1000订阅的时候要做什么挑战，就由你们来帮我决定了。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还有分享。Anson TV 每周都会不定期更新2到3支影片，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，记得赶快点下方的订阅，旁边有一个铃铛，记得给它按下去，这样你就会收到 Anson TV 第一时间的更新哦。我是 Anson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哇哇哇，真的有够辣，身体不好太辣的朋友，千万不要轻易挑战18禁系列产品，请珍惜自己的生命，好吗？给 Anson 鼓励，欢迎立刻订阅频道，啦啦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扑了。